我来示范一下，就是这个魔鬼毡，因为我是单手，另外一只手录就是拿手机。那我现在看打开是类似，就是跟一般的魔鬼毡是不一样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用单手其实这样轻轻的，就是推过去，它就密合了，对。所以其实会蛮方便的，就是小朋友稍微再，因为我单手嘛，所以就稍微再压一下。那如果你是两只手的话，其实就不需要再压一下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蛮方便。小朋友自己就是如果戴上这个是他的泳衣，对，小朋友泳衣，那如果出门出去上游泳课，他就是游完泳之后就把湿的泳衣就放进袋子里面，然后直接就是用这个魔鬼毡，它就会比较方便，就是去把它就是袋子把它收好。我觉得还蛮方便，然后容量也蛮大的，然后也是宽底部的设计。